手削净光案哦，要三熟哦，手削净光案，所以光案我们先叠起来，再把它切开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光珠、暗珠，拉下，哎，好白啊。先为大师分之师长元素的女神地狱级任务哦，现在解火成就。哎，本来是没有打算解成就，就解着解着啊。哎，观众说要看一些队伍队，然后弄着弄着就对，怎么一直在解成就啊？顺便吧，反正我要打卡就顺便解成就，顺便啦，因为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就直接给他打过去了。应该是被搞回吧。啊！哦，要么搞回。第一关就除技啦，不过看起来是不用除技啦。那习惯性动作就出一下吧。记得削越多，攻击数伤害就越大哦，越多鼠哦，八分王的特性。太大力哦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不要乱我，实况已经被你害死一次了，你现在要乱我，啊？不要再来了。没削到，时间那么短，不，时间那么长，我们还是没有做到伤害足哦。你不要乱活了，再让我生气了、哦。看来他是专门来做一个啊陷害我的动作。啊，被关厕所。哇，这里面留下么线出来？刚好就要减伤了。太可怕了。应该是可以带走，没问题的。带等于气干矛盾改哦，就是转大一点气干宝，就这么简单了。你们现在讲都很简单，因为用八分王的组合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。
没有啊，都是对，把他撵过去就对了。幸福是锁定哦，在他锁定之前，我锁定你了。之前有没有，先把他处理掉哈。减少两秒转哦，无所谓啦，减伤才是我们最 care， 所以我们先把其中一只处理掉。我认为是这个83万哦，这个康博数应该够啦，我是怕太够，因为它已经减伤一半了。应该就可以了。要么是火鼠嘛，减伤又增伤。哦，为什么我这关要磨？我要把那状态弄掉。真是啊，真是减伤哎，减少伤害了，谁的伤害？我们打他的伤害啊！敌转水哦，扣血50%，50%哦。这个火屋开下去了，不用跟他客气。水木同消，水木同水跟木的 combo 数要一样。现在水作为 combo， 木也是一 combo， 所以我就左边做试试哦。跟刚才一样哦，我刚没有重消吗？靠北啊！哎，我刚好像重消火日，不管，水木重消。还没死啊，这么硬啊，送一波哦。水木先把它做出来了，以防万一。
没问题了吧？再见。再来风化腐蚀仪哦，我看一下会不会够的话。除个技，除个技，先杀一只哦。啊哈，断火珠。好像杀掉一只，太可怕啦，太可怕啦！哦耶！哈，都有技巧上，是不是讲不是难打是？对啦。六，直接把他送走吧。送走之前，我们先绿珠哦。最后目光案都要有，新珠不用，这样如果天降火珠我自己也认了哦。哦，恐怖！嗯，因为克数的关系要打400多万，所以我会开龙科哈。呀，这只狗又来乱我了，它真是啊，要毁灭我就对了。啊，烦死了！你要做什么啦？一直出来进去的。够玩嘞！没有按住是没关系的哈，但是我会希望消整版哦，看龙科可不可以赶快集出来。当然没有龙科也不也没什么问题啦，我认为是没什么问题啦。倍率好像不是那么够哈，那亏了就丢了，那里倍率不够，没那个倍率不够的。
狗的倍率不够哎。棒棒棒棒棒棒棒，带去下一关，叮。我要问，可能我主角带来干嘛？因为如果遇到限两秒转的时候，对，限两秒转的时候就要把它处理。啊，现在没有限两秒转，所以我就很顺利的追关。哎，对，开，转属开，手消进光暗哦，要三属哦，手消进光暗，所以光暗我们先叠起来，再把它切开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光珠，暗珠。拉下来，哎，好背啊！拉下来哈，然后这边做个火珠、水珠，哦，太可怕了！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， 哦，哦，25秒对我来讲好像还是不太够用，不过可以通关就好。哦，以上是火成就的示范，谢谢各位。拜拜。